出赛，同样以后援的身份只投了三分之二局，投了一个保送，没有被打安打。这球打到了左外野方向，相当的深远，左外野手往后退，再退，再退，再退 ，home run！ 哇，一下子就被对方追回一分。这是林宏宇呢，在本季的第12号的全垒打。而且呢，在全垒打的排行榜方面呢，还是落后高国庆一支，因为高国庆今天也有一发全垒打的出现，退到不能再退了，就是全垒打，跟左外野嘛，就是往后退的那个谢敏，往后退的那个速度还蛮快，看到最后一刻只有看球飞过去全垒打球。这支全垒打也是陈焕阳呢，本季被打的第6支。这个球偏高的硬被拉了回来，我嘟丢，这种中心打者。